娱乐圈中的甜蜜爱情，李亚鹏分享与王菲浪漫情事。李亚鹏、王菲一直都是娱乐圈的模范夫妻，但模范夫妻也有生活缺乏浪漫之嫌。这部从2005年结婚至今已过了8个年头，这么漫长的时间，李亚鹏竟然只给王菲送过一次花。只有一次吧，只有一次。送过一只，就送过一只，对对对，送给我太太，对对。那当时是什么情况？是我们结婚前吧，对对对，也是想犹豫，曾经想送，但最终没有送。我在曾经在采访里说过这个事情，我把它夹在了我的车里，对对对，让它自然的发现。啊。不说这个了。想当初王菲正当红的年头，多少人迷她迷的是神魂颠倒。现在成李亚鹏的家庭主妇之后，一朵花都收得如此犹犹豫豫，不知天后内心作何感想。